长长的排队人龙绵延好几公尺远，这些通通都是要来领取这个由云林北港一间发廊业者自行设计的睡袋，免费提供给有报名白沙屯进香的香灯脚。由于数量有限，尽管公告是早上十点开始发放，但清晨在店门口就出现排队人潮。你几点出发的？大概6:30左右，去年就知道了。去年我在上班没办法来，今年老板很好的跟我说，他们今年还有，然后我出来，一定要抢头香。今年我们有更多人的募资，所以我们今年有做比较多一点，大概600-700份。粉红抽宝白沙屯妈祖进香一年比一年盛大，今年完成报名的香灯脚就多达180,000人。发放结缘品的业者表示，每一年都会集资制作结缘品，要和来自各地的香灯脚结缘。就在多年前发现，不少人夜晚都是拿纸箱很客难的来睡觉，因此在去年开始才会自行设计睡袋要发放给大家，不仅轻便好收纳，至少可以让大家休息的时候舒服一点，才能在更好的状态下跟随粉红抽宝白沙屯妈祖平安顺利的完成进香活动。